等多部影视作品。欢迎景瑜，请在背板前留影。好的，欢迎景瑜，你好景瑜。今表北京国际马术大师赛的红现场，不知道你之前接触没有接触过马术运动呢？让我骑过马，对，只是拍戏的时候骑过，对，平时不会骑。所以在你心里觉得马术运动是一样什么样的感受呢？十分优雅嘛，然后马这个动物又特别特别敏感，然后要需要你花时间跟它相处。好的，那谢谢景瑜，也期待今天下午呢能够和你们一同度过一个非常愉快幸福难忘的时光，好不好？好的，谢谢。